今个俺又来钓活动了。前天俺钓了一个，今个再碰运气，又弄来小鱼儿哈，还是小鲫鱼。我身上一查，这就 OK 了。我查我弄下边这个了。再钓一个，走。啊，水小点啊，肚子好点。鱼没钓到，这钓个大傻娘。没办法，钓鱼就这样。再让他钓，大刺儿。鱼，我这被走的那不能那样，不能那样。不是啥鱼都不能弄。